好球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说过没有？我马上要搬家了。什么？那我们以后约球怎么办？想啥呢？你一通电话，你爹我不就来了吗？那就说好了，以后都你来接我。可以啊，那油钱得你出啊。那不行啊，这点钱你都要，怎么这么抠啊？吃什么？我听说这附近有家烧烤不错。对对对，那边还可以看到夕阳。那里的云好好看，我们拍照吧。好呀，来拍照。三、二、一，看看。天哪，这张脸拍得好大呀！今天。